你怎么会来啊？谁让你把记者找过来的？你知道如果今天我没来的话，你会被骂得多惨吗？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吗？可你不是来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直在等你？我以为你又讨厌我了，我以为你真的不愿意帮我了。你们地球人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为什么总是要骗我呢？你一会儿又让我开心，一会儿又让我失望。我一会儿又担心你会出事，我一会儿又会担心你会被毒死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去影响我？为什么你总是要影响我呢？只想让过去都归零，每天都是真心情，只会关于我和你。我真的好想哭，可是我又好像没有这种功能。对不起。谢谢你。这是雨吗？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哇，芳兰，你不喜欢雨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在地球上看到雨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生病了吧？啊！为什么我还记得你？方总，您没事吧？帮我联系张医生，请张医生尽快到方总家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张医生外出了，他最快明天回来。您是不是已经发作过了？那您没在小七面前露馅吧？哎，不对，您还记得有小七这个人吗？我记得，关于小七的一切我全部都记得。韩主任，我的失忆症好像好了。太好了。那这跟小七没有关系吧？或者您发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您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对劲啊？除了小七，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。